六度台和明镜火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六度头条。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继续的啰嗦啊，就是6月18号我们就要搬家完毕了。搬家完毕就意味着六度头条呢，就是正式迁居六度台。当然了，现在大家也看到，我们已经是进入搬家状态，已经节目已经正式在六度台播出。那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呢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呢，首先还是谈一下，大家可能已经从标题上看到了“形势比习强，盛世蝼蚁惨”，近半国民月入不足千元，中被任重启经济很不易。那我们就再来继续看这个话题，就是中国的经济数据啊，中国官方呢公布到的关于这个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呢说到6亿人啊月均收入仅1000元这件事情呢，是引发了各种的讨论。其中呢，一方面大家在关心高层的矛盾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还有相当的成分呢就在关注说这个数据是哪儿来的，官方的这种公布在哪儿呢，是不是靠谱呢？不仅是在讨论，而且呢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分析的文章。今天呢，中国国家统计局就有一份官方统计数字，就是2019年中国的确有6.1亿人的月均收入还不到人民币1000元，也就是说呢，这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呢正式的官方对这件事情呢表示了一个回应。中国国家统计局是下午啊，在透过官网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就正式的正面的确认说，6亿人均月收入1000元，可以从全国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中呢得到印证。那这个通过住户的收支调查呢，全国的家庭户的样本呢可以分为5个组啊，五个组呢就是从这个收入按照收入高低来分的，最低的是低收入组，然后是中间偏下收入组，然后是中档的就是中间收入组，然后呢是中间偏上收入组，然后就是高收入组，这样1、2、3、4、5组。那么每一组呢就各占20%这样子，这样呢最低的两组呢就合计占到了40%，也就是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的收入组，合计呢40%，两个20%嘛。那么40%的家庭户呢，对应的人口呢是6.1亿人口，这部分人的人口的人均年收入呢是11485元。那11485元按12个月除呢，每个月呢就是人均月收入呢是957元。这就是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啊，这个40%合起来的一个平均的数据。那其中呢，低收入收入组当然就更低了，在这个平均线之下。那中间偏下收入组呢就高于1000元，但是呢两组合起来呢是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中央社的报道呢，说这部分数据呢就反映了中共19大指出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啊，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两者呢之间的矛盾，说呢这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那中国呢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广大农村呢和中西部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水平呢还是依然偏低。那这个也是强调中国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任务十分繁重，但是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呢，中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和中间偏下收入群体呢就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那么这是今天的这个最新的一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正面回应。那其实这个5个组的分析呢以及他们的这种收入的情况一直呢都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报道了，只不过今天我们就是关注到是一个正面的正式的一个回应。那我不知道现在各位观察员们，各位观察员们对这件事儿是不是还有您的意见呢？比如说还有您的质疑吗？或者说从这件事情上还有没有更多的观察呢？因为刚刚我也听到聊天室的朋友在讲这件事情。好，现在我们有请谷歌先生，请讲。你好，韩辉。就对这个信息呢，我一直都说，首先它的真实性无可置疑，就是李克强说这件事情无可置疑，这个对中国社会有个起码的了解就能判断。就是你比如说中部，不说太远吧，就中部河南
1个多亿人，他人均的耕地不到1亩，一共就14万平方公里，就是人均耕地是全国最少的。然后他1亩地的麦子，平均一年的收入就是500块钱。现在谁还种地？种地就是说老弱病残，这些人只能去打工。然后这个种地就是好多家把地废在那儿，然后大家是集约，就是包给一户。然后就即使是包给一户，是河南农村这种一个村儿也没多少地，他能挣多少钱？然后剩下这些人去干嘛？就是打工收入。打工大家都知道，沿海这种打工收入就是天天加班，也就是2、3千块钱，3、4千的都算好的，而且是非常的那个没有保障，经常就失业，像今年更严重。那么这种他如果比如挣3、4千块钱，他自己在沿海城市要消费个1000多，寄回家1000多。一家好几口人算一下，平均就是这么点钱。这个河南呢，在全国的经济就不算是最垫底儿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云贵啊这种，包括重庆啊这种，都是全国贫困县特别多的。甚至包括广东省，它北部还有国定的贫困村啊，贫困县。那各大西部的更不用说了。所以这个数呢，从一开始首先它不是假的。另外，我还想补充几个数，就是刚才说的是月均收入，还有个人存款啊，它一部分体现个人的资产。就这个存款，全国这个银行统计是，50%的人存款是零，95%的人存款是5万元以下。这是从银行角度这个统计，这个数是非常准的。当然，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因为到90年代初以后，农村没有银行了。以前的农业银行，包括农村信用社，它在地方上去做，后来就变成这个农业发展银行和农行分成2个银行。农发行纯粹是政策性贷款银行，它针对的是大型的水利啊，或者说这种就是说农业的大型项目，其实都是公司化的，跟农民没什么关系的。所以基本的农户他也没有储蓄账户，这个数据也是很真实的，就95%的人存款在5%以下啊。这个，然后这个还可以看看最近的今天的一个，就是北京时间15号的这个信息了。四川省通过了叫废止查禁卖淫嫖娼的规定。这个就是说起来就是这个他有一个前奏了，好像人大的有这个政协委员还是人大代表做提案，就废止这个。那么这个他为什么废除呢？这个说难听点，就是很多家庭他真的只有这一条路，就是家里一个女孩子，尤其是在西南的，广西啊、四川啊、重庆啊这种地方。以前有个笑话，我认识一个人，他在重庆挂职了中央的干部。他挂职的时候在薄熙来时代扫黄打非，然后他回到北京，就向扶云办的主任去汇报，他说这个薄熙来的扫黄打非直接造成50万人返贫，那本来是脱贫了，就是因为可以在夜总会工作，然后一扫黄就没了，没这个收入了，并且造成了这个200万人的间接返贫，间接返贫就是他们的家庭，所以说这个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四川省之所以敢废止这个东西，这跟所谓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跟这个什么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些都格格不入的，他就不去管卖淫嫖娼了。这个就是真的是说明底层的收入是非常有危难的，到了危机状态，而且可能也跟习后来前一段就是在那个李克强讲这个6亿人1000块之后，没几天习在求是上发个文章就不讲这个脱贫了，但是要讲补短板，要要求地方的政府想尽办法增加低收入人群的这种收入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从经济状况来说，这些数字都是真的，这不可能是假的，都是总理之口，他本身就是一位经济学家，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数字不可能是假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他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经过政治局讨论，或者说很多人，包括我们很多朋友在分析的，是不是有内斗？因为他后面又讲了个地摊儿。这个地摊经济学马上又被各地方有一些地方叫停啊，大家就开始臆测工维内斗，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地摊经济学这个事儿，他说出来的时候就应该很容易想象，它牵涉到很多部门利益，包括交通的、卫生的、城管的等等，市容市貌各方面，它这些部门它是有工作惯性的，
你给地摊摆开了，这些要么增加他的工作难度，比如说卫生部门啊，要么增加他的，就是让他没有任何权限了。这些部门要不要解散呢？所以他都有部门利益，所以中国的事情都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所以肯定会有反弹，肯定在很多地方这个执行不力，而且我认为可能执行不了太久。以前有地摊的，像比如说一些西南啊，或者说一些小城市，在接近这个，比如说江边啊、山脚下这种，它自然地理比较丰富的地方，本来就有些地摊或者农贸市场，那个还会继续或者扩大一些。但是在北方，在上海、在东部这些大城市，它没有这个空间去搞，它搞了，它一系列的管理就乱套了，部门利益也没法平衡了。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会有一些这个反复，这是很正常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第二个问题主要是说，不要因此去猜测有什么恭维内斗，有什么甚至已经猜测到，那个习近平要打李克强一巴掌，要让他下台等等，根本不会。这个团伙比大家想象的要坚韧得多，内部非常团结，他们统一性比我们想象都高，所以这个不要把它低估掉。大家可能是对自己，我说难听点，海外很多华人对自己多年来呼吁，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一无用处的，没有任何对中国社会没有任何影响的，他们只能去用这种想象来安慰自己的无能。我说的很难听，但是我认为就是这么个道理。说完了，谢谢。好的，谢谢谷歌先生。那么我也看到有一位网友留言啊，说我在国内，那我认为谷歌说的对，符合今天的中国大陆的现状。那么还有没有哪位？比如说我们的联系主持人呢，可以主动打开您的话筒啊，如果您有发言。我想问问老生常谈先生，哎，老生常谈先生，请讲。哎，您的话筒没有打开，我再试一下。好的，请讲。好的，我刚才那个基本上刚才那个嘉宾谷歌先生，我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啊，就是起码今天这个统计局也出来啊，需要统计局出来啊，因为可能是外边传言太多啊，有关刚才什么什么什么洗礼斗啊，有关这数据准确性啊，这方面啊，所以说今天就出来这个来给李总理吧，给李总理增加点论据啊。来做一个回应，那这个就是有关这件事，洗礼斗是不是有洗礼斗呢？这个，我同意谷歌先生啊，不最好别用洗礼斗，因为中共现在基本上铁板一块了啊。那你说在这个整个这个大的官僚机构里边，是不是有矛盾啊？这个是肯定有的。我就说了，通过自从这个洗礼解体不洗礼洗礼这个体制上台，洗礼这个架构上台以来呢，那洗李李个李李总理啊，就是一直是一个弱势总理，这是毫无疑问的。包括在各大版面，基本上都已经销声匿迹了。所有的功劳呢，都是我们当今的啊，所有的那啥那个苦劳，所有的过失呢，全是推到了那个下边，就是李总理这里，包括这次抗议啊，什么挂了个组长，最后的丰功伟绩还是，有就成功了啊，那就是，领袖的荣耀。所以说呢，这个东西他俩是有矛盾，我认为他俩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是存在的。那这种矛盾也不至于夸大到什么要什么拍了，就要打了，就要什么一脚踹走了。可能还没有到这种程度，这一点我是认同那个谷歌先生的这个观察的，所以他的观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谷歌先生一直坚持这种观点呢，我觉得他，观察还是比较细腻的啊，就是我比较认同他这种，大体上比较认同他的观点啊，只是做一个补充，谢谢。好的，谢谢老生常谈先生。那我这边呢也补充一点数据，就是中国的经济的一个最新的数据。这个数据呢表明了是复苏在继续，但是摆脱疫情的影响呢还是这个难度呢是超过了预期的情况。那也是中国官方公布的一个最新的数据呢，就显示出5月份中国工厂生产呢连续2个月增长，但是呢，增幅呢却是低于预期，显示呢这个复苏呢还是不稳定的情况。这是5月份的这个主要经济
统计数据啊，一个是工业产出的增速呢，同比增加4.4%。那这个4.4%意味着什么呢？是从去年的12月以来是一个最高的增速。但是呢，路透社调查的这个分析师们预测呢是5%，也就是说4.4%呢低于这个分析师的预测5%。另外呢，就是零售的这个销售呢，连续4个月呢还是在下降，5月份的跌幅呢是2.8%。当然，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本身预测它也是下跌的，但是呢，分析师预测的下跌是2.0%，可实际上5月份的真实的这种跌幅呢是2.8%，它也比这个不如分析师的预测。那另外就是固定资产的投资数据呢也是低于预期的，1到5月份呢固定资产的投资降幅呢是6.3%，预期呢是5.9%，所以说呢这个降幅呢也是大于预期的。就业市场那形势继续峻，这也是为什么之前会一再的讨论到地摊经济，那其中呢相当重要的部分呢就是来挽救就业的事情。那五月份的中国城镇失业率呢是5.9%，比4月份呢是下降了0.1个百分点，但是呢就比去年同期呢增加了0.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去年同期是5%，而今年的同期呢5月份呢是5.9%。1到5月份的城镇新增就业呢是460万人，但是呢这个就比去年同期呢是少增加了137万人。这也是啊人口大国，那百分点背后呢就是动不动就是数百万人、百万人这样的情况。那这就是中国经济形势的一个最新的报告，零售业的销售呢，还有投资呢，都在继续的收缩，出口订单呢，也还是因为全球的这种需求坍塌呢，还是在大幅度的下降。那国内的需求复苏呢，其实它是一个连环套这样子的，也是很艰难的情况。也就是说，看五月份的数据，抗疫期间采取的严厉措施对这个经济活动造成的影响呢，是还没有消除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是最新的一个数据播报。那么就刚才的这个经济话题，大家还有没有补充发言呢？那暂时看到没有，我们就进入第二 I， 谷歌先生，请讲。就是最近这个经济，其实主要要看银行的数据，现在又印了1万多，是4万亿还是几万亿？就是疫情以来嘛，这个中共的老办法啊，一般都有效，但是这次没效，因为这个银行那边非常着急。你比如说北京现在有点房产的，假如你房子值1000万，他可以贷给你2000万，这个银行这种风险他都敢冒，因为现在他这个钱在银行之间互相拆借，这是属于空转，他不挣钱的啊，他需要把银行把这个钱赶紧去挣钱。那么而且他已经有一所降息嘛，降息的他的目标就是要向工业企业让利嘛，因为以前这个之前有个数据，去年的工业规模以上工业的总利润2000多亿，但是四大国有银行每一个银行的利润都超过2000多亿，也就是说这个吸血都在银行，都在金融层面，那么工业上是不行的，就是没挣这么多钱。他现在降息其实就为了刺激工业，但降息以来这个钱也贷不出去，所以他一直在空转。他想了很多办法，包括这个小的方面，就像我刚才说的四川省废止这个查禁收卖淫嫖娼那种办法，然后包括这种想尽各种办法增加贷款，现在银行各方面非常着急，现在他进入到这种济南的境地。第一个呢就是说经济没有前景，这不包括出口业。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越南以前中国的加工业它的一些低级订单，什么叫低级订单？就是不挣钱的，利润非常低的，它会甩给越南啊，因为越南也有很多中国工厂。现在变成反过来，越南最近的订单暴涨啊，尤其是美国非常倾向性的给了越南非常多订单，他当中把不挣钱的甩给中国，这就是乾坤颠倒啊，就是整个中国的外贸这种国际加工业的这种世界工厂的地位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啊。最近这个出口肯定是没戏了，那么这个房子呢还在涨，就是说银行贷出来那些钱呢不断在流入房市，房子还在涨，因为这是唯一可以挣钱的。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你
就是工业部门以工业的名义来贷款，银行的信贷员都会告诉他们，你真的不要拿这个钱真的去做什么生意，做什么生意什么生意赔，你还不如去买点房子啊，就让他们真的去流入房产。但是另外一方面，现在有大量的这个房子已经开始坏账，开始出现所谓手工记账，也就是不计入这种上报的账目，通过其他方式要去消化它。现在如果你欠银行的房贷，你不要躲，没有任何这个危险，你银行的电话你只要接就行了，你只要如实的告诉他我现在状况，我就是没法还，银行会替你想办法怎么把这个账拖一拖，那怎么样弄一弄。所以说这个有大量的银行坏账，所以说第一出口不行，第二房子也不行，第三基建，就是我们所谓传统经济的三驾马车嘛。基建这块儿，北京是在做地方性调研，就是哪些适合进行大基建。这个大基建的方式是什么呢？就大家都知道，去年有一个非常大的基建项目叫 5G。5G 呢，第一个从技术上，这就不多说了，我认为它是一个虚假的技术，或者说实用性不高的技术，它产业链延伸非常有限，那仅仅是在设备投资这块可以做一些投资。但是经过这次北京的摸查，它就是为了配合这次印钱，要怎么样投放基建。经过北京的摸查发现，5G 基站建设，可以带来的基可以占用的基建费用非常少，所以它又改成老旧小区改造，觉得这个还比基建 5G 的基建要来得多一些。因为包括什么，就比如说过去的7层以下的楼房没有加电梯，比如说一些楼房危改房啊，包括一些这个传统的电力布电设施等等，所以他去做这个东西。但是你又想想，这个危旧房改造也多少年了，这个行当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可以吸纳基建投资的，所以这块呢，眼看着也没有什么。尤其是它如果用于民用的这种危改房的话，它没有产业链延伸，它也就是一个无非就是建筑工、包工头们挣点钱。所以你从中国的经济三驾马车，出口、银行和这个不是出口消费啊，银行主要指标显示在消费，然后和这个基建这三方面都不太行，所以他们去。真的是我觉得很没办法，我总体看，我觉得经济情况非常差，如果不是这么差，也不会马上就要去服软嘛，所以就为什么李克强讲这些话和你刚才这个讲的这个结合起来，为什么讲这些话？因为他的这个经济基础这些数据，我们看到之前一两个月，起码一两个月，那总理案头早就很清楚了，所以他们才是真正的想要放软话。把整个姿态放低，他那些话没有什么作秀的成分，他就是要对内压压火啊，大家别激动，我们真的很差啊，是这么意思。好了，说完了。好的，谢谢谷歌先生。其实我也是觉得，虽然不太懂经济吧，也是这些年一直是这种单向的这种房地产刺激，然后整个的这种国内的这种工业链条，应该叫做什么产业链条，实际上是不完整、过度的，一方面依赖出口，一方面依赖房地产本身就是一个不健康的形态。那我再试图打开肖晨先生的话筒。好的，肖晨先生，请讲。哎，你好，汉奎。网友大家好，我就想跟那个谷歌刚才的发言有一个小的细节，我想澄清一下，就是想了解一下。谷歌刚才说到说那个四川等省有出台什么关于嫖娼卖淫的，我想 make sure 是意思是继续要禁止嫖，禁止卖淫嫖娼，还是不得禁止卖淫嫖娼？那个谷歌能不能？我没听清，主要是。不不，就是不再查禁了，它的名字叫《废止查禁卖淫嫖娼的规定哦，这个是以这个政府的文件下发的吗？》。是，还应该是是？吧，应该是这样讲应该是吧？大家，我是看到网上信息，然后如果需要的话，再去网上搜索一下，查一下。哦，对对，因为为什么我们这里老是讲要一个事实的准确嘛，对吧？这个我也希望您能够去查禁一下，为什么呢？这个事情要说起来非同小可。你说，因为我们自从那个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后，
从来都是宣称我们这个社会多么的干净，是不允许卖淫嫖娼。尽管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是有了，但是要么就是发文件打击，要么哪怕最松的时候也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现在如果用文件来说，不得打击了，别人不要去这个。这个呢，就是可以说是非同小可的一个事件，也可以看出经济的糟糕性来。所以呢，我还是想能不能查证一下，就是也我没有质疑说你讲的对或不对啊，就是最好是能够查到一个哪怕有个文件号啊，或者哪一级政府查进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一个非常好像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么一个官方的一个认可，好吧，谢谢。好的，谢谢肖晨先生的追究。那么我们稍后呢，也希望呢能够查证一下。接下来请刘明先生。好的，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关于四川废除卖淫嫖娼旧法的报道，它是这样子的，它是四川省人大代表19次会议上正式决定的。但我们要注意到，它是原本全国人大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法律，然后呢？它是地方上进行了一个将地方法一个修正的一个过程。它是指呢，以前卖淫嫖娼它是属于有一个叫做要刑是一个有刑事责任，要那个行政处罚责任的，而现在呢只是以罚款等其他刑事的责任，并不是说彻底没有罪了。我想给大家提供一下这么一个东西。好的，谢谢刘明先生的补充和查证。那有请韩冰先生，请讲。其实我要讲跟那个刘先生讲的可能意思差不多。因为中国的话一向来是这样，就是一个新法出了以后呢，它如果涵盖了一些旧法的范围的话，它会把再出台一个把旧法废除掉的这么一个东西。它不像美国老是就是说一个补充，它是出来才一个新的法律，然后把旧的法律就废除掉。所以废除了旧法并不代表旧法的这个条目在新法里没有涵盖进去，所以这个是一个两回事情。经常我们看到啊，什么法律废除了就以为它规定那些东西就不禁止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其实它后面还有一个新的法律已经涵盖了这一块规定的东西，所以它才会要废除掉。你这次我估计啊，就刚才刘明先生已经讲了，我估计就是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况啊，我就补充这一点，谢谢。好的，谢谢韩冰先生。那么如果没有继续的讨论，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话题。那关于中国经济的问题呢，其实我们稍后的一个话题呢还会和这件事情有联系啊，因为欧美的国家呢其实还是对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的这种加工产业链呢还是抱有希望的，抱有依赖的。而且那我们接下来呢先说第二